你好了哈，好多台，对啊，好了，开始了。好，哈喽大家午安。今天怎么会提早该开播呢？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今天有好事发生喽！所以呢，每一次呢，只要是11:15开播，就是我们有好消息了。好消息是什么呢？来，我等大家都进来，我们再说好了。今天的新品非常多，还有小可爱。我们上一次上架小可爱真的卖得不要不要的，然后呢，今天又再一次有新的小可爱给大家喽。那大家赶快进来，记得哦，我们说过剧院的动力就来自于大家的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个游戏，很久很久没有玩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抽免费订单给大家。好，讲慢一点，免费订单给大家。好，然后台湾要抽3张，海外的部分要抽2张。所以呢，今天呢，如果你看到新品有喜欢，购物完成，你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今天会在直播结束之前告诉你你有没有中奖。我们好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应该有很多老粉旧粉有玩过，有玩过的来说一下有玩过。好，我们好久没有办这个活动了，就是我们要直接把订单零元送给你哦。那台湾的部分会抽3张，海外的部分抽2张哦。我觉得不论我们有时候抽到甚至那一张金额高达3000多块，一样零元送给你。但它只有一个条件，要是刷卡订单跟汇款订单，所以呢大家请留意一下你们结账的部分咯。好，所以今天你如果刚好要购物的，然后想购物的，想来参加抽奖，不要觉得说不会是你，有可能就是你。我们之前呢、抽到海外跟台湾订单高达5000块金额，直接免费整张送给你哦。有玩过对不对？你们有多少人有玩过？真的很刺激哦。然后呢，其实我还特别跟公司争取了多张一点，所以呢，希望今天呢这5名的幸运儿，希望你们不限任何金额。如果那一张买上万块，我们一样就是零元送给你。那它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刷卡订单跟汇款订单。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应该还好，因为我看到我们家的订单其实很多人都是用 ATM 转账或者是信用卡刷卡订单，我觉得对大家应该没有就是不方便。所以呢，大家今天要玩的一定一定要来玩，而且我真的非常兴奋，我也好紧张，我们所有团队小帮手也都好紧张，每一次开出来到底会多少。我们曾经有开高达马币700多块的，所以呢也是等同于3-4千块的订单哦。所以呢真的今天也非常的好买，而且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等一下会来跟大家介绍。好，所以呢记得咯，今天直播结束前我就会带着你到电脑前面看你有没有中奖。那今天呢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就是200813开头的订单编号都可以，即便是你早上买的是信用卡刷卡是813000的订单都可以贴，你现在就已经可以贴，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早上已经有购物了。所以呢今天这个好康其实是我特别跟公司争取的，我就说行销小帮手，我们好久没有玩这个免费订单的游戏，各位帮粉丝争取一下。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跟妞儿一样很兴奋的可以赶快来玩这个游戏。我觉得每一次开出来就是大家都会噔噔，好，每一次我们开出来的金额真的有的甚至几百块，有的是几千块，5-6千块直接零元哦。我们呢直接会调整为零元给你哦，真的很好玩哦。好，所以呢到时候在哪边喊，我们今天直播结束大概就是我每天介绍完新品直接会带着镜头到电脑前面抽，马上你就可以知道了。那如果被抽中的人，请你私讯粉丝，私讯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就可以去做领奖的动作。我们就要抽3张跟2张，非常的划算哦，幸运得主可能就是你。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去买多或是买少，你就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来玩玩参加抽奖其实就可以了。好，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让我们也非常邀请所有台马的，今天的好康很厉害，因为我就讲了嘛，因为其实剧院的粉丝或者是新朋友，你们就照着你们平常想买东西而买，也不是说为了抽奖而买，所以呢真的没有什么，真的对你们来说就只是买东西，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你就有机会抽。很多人每次都觉得不会是我，我跟你讲就有可能是你，真的每一次抽出来都让剧院跟
买到那个人非常惊艳，因为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啦，每一次抽出来都是3000块以上的订单，整张免费送给你哦。好，那记得咯，它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要刷卡订单跟汇款订单。那我们呢也会当下把镜头带到电脑前面去核对哦。好，所以呢再请你跟私讯小帮手领奖咯，好不好？是在直播直接订吗？直接到我们的官网订就可以。直播这边啊，这个平台只是做一个穿搭的介绍，今天的新品，所以你要下单呢一样是到我们的官网下单就可以了。那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有两个我觉得很厉害的洋装，一个就是我身上的，一个还有一个绿色的花样，我觉得也超赞的。好，所以等一下呢我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咯。那赶快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或者是赶快把好朋友揪来，因为今天也是比较早开播，早开15分钟，因为今天的新品也非常非常的多。还有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太刺激了，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参加，我也非常非常想参加，所以呢你就是在今天的6点前私讯小帮手就可以了。好，不用特别的觉得有压力，你就是买今天我觉得我想买居然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昨天想买的还没有买，然后今天要加订的，我觉得也 OK。 所以呢就这样好不好，免费订单，台湾3张，大马2张。好，所以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抽出来会多少金额，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很好玩很刺激的活动。好，我现在就其实觉得已经很紧张了。好，你的意思是一定要在直播期间订才可以抽吗？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直播完之后我们就马上要去抽奖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买东西的话，就在直播之前购物，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的那个抽奖系统，才可以抓到你的订单编号哦。那如果呢现在还有很多不知道不理解的问题，都可以赶快询问我们哦。好咯，今天而且今天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先到最新商品看一下，我觉得它非常的厉害，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东西还有我身上穿的牛仔裤已经偷偷穿在里面了。好，我们第一次哦把终于上架帮大家做好的这种比较休闲式宽版的牛仔裤，大家一定会喜欢。好，这一件是超级厉害，居然第一次的新品有这种不是合身但是却是休闲款式的牛仔裤。好，这个等一下才会介绍咯。所以呢再提醒后面进来的粉丝，今天呢居然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零元订单的活动哦，台湾3名，大马2名，而且在直播关播前就会告诉你们得奖的人是谁，而且呢得奖的金额是多少，好紧张哦，好刺激哦，对不对？好了，那记得咯，只有一个前提一个条件，要以刷卡跟以汇款订单，自己留意一下。那我们在就是审核的时候也会对着镜头面前让大家一起帮我们去做审核的动作哦。那记得订单状况是不能取消哦，取消也不算哦。好，所以呢我相信对大家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就像我讲的平常心，你平常买东西那你就买，然后把订单编号贴过来，就这样而已。好，所以呢赶快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咯，有没有超级超级紧张的？好啦，游戏规则都听懂了吗？如果都听懂的话呢，哦，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害我整身汗。好，因为呢每一次抽出来妞儿就觉得说好，怎么又是4000-5000块的订单？好了，即便是10000块的订单，我们还是用零元送出去，就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游戏活动嘛。所以呢，今天超好玩的哦。那当然喽，按赞、留言、分享，我觉得越多的话，妞儿呢会有更多的动力来做穿搭介绍给大家喽。好了，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吗？11点25分了，妞儿即将要开始讲今天的新品，因为今天的新品还有小可爱。那小可爱大家也都知道，妞儿也是会一件一件穿给大家看，让大家去购。所以你看今天的东西很好买，你只要有买东西是刷卡订单汇款订单全部都可以来参加，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买好的人，早上你已经刷过卡了，早就已经买了，只要是20081300前的这个订单813我们认日期，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贴了，好不好？然后等一下系统就会抓这个订单编号。好了，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拜托回我一下，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清不清楚。那因为妞儿要开始来介绍新品咯。 Hello， 大马订货要几天的时间？如果是现货的话基本上当天订货隔天可能就可以收到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快。那如果是追加，我们的追加期大概就7到14天不等这样。那页面上都会有日期，或者是你可以私讯小帮手，他可以大概知道你大概到货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哟。
期待妞儿介绍上衣跟小可爱可以下单。我知道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妞儿其实呢，我觉得我讲任何的规则跟衣服都很简洁明了，所以呢，大家也二话不多说，很想听我开始讲衣服了，好让大家可以听完介绍，喜欢确定很安心的可以去下单。所以呢，我也就废话不多说了，好不好？希望你们呢今天可以得到这个大奖，因为我觉得好刺激哦，我现在真的好紧张。真的每一次做这个活动，我们好久没有做，但是每一次做就是都是3000块以上的订单，真的好紧张哦。好，台湾3张，大马2张，那在直播前关播前就会让大家知道得奖者是谁了。那记得讲最后一次，要以刷卡跟以汇款订单，就这样。好，那妞儿要开始介绍新加坡有没有。好，来，全部都可以一起参加，全部都可以一起参加，所以只要你今天有购物，以刷卡以汇款就可以了。好啦，我要开始介绍新品。首先呢，我还是要先讲一下我身上的外套，我每天都带着它，就是那个6色外套。我还是因为超多人在问，所以我还是稍微先讲一下。那我先把颜色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件外套真的卖得太好了，所以呢，我很担心就是新粉丝你没买过。这个外套总共有6个颜色，就是妞儿身上穿的这个黑色，它非常非常的好搭。等一下呢，今天在直播也会出现，它有黑色、白色，然后还有这个粉橘，还有蓝色跟灰色，还有新的奶茶色，一大堆一大堆。总而言之呢，这件外套真的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呢你还没有买过的话，今天如果要下单，我真的推荐你买一件回家穿看看。这件就是我身上超级薄透高弹凉感的针织小外套，而且是连帽的。那妞儿其实有教过大家可以当成是上衣穿搭，那大家不用觉得它太小件，它呢是可以放下我3只手臂的。好，这个呢我就题外话，因为它不是今天的新品，但是是我们剧院这2周的热销冠军产品，所以也希望是今天的新粉你没有买过的话，你等一下可以去下单。然后它有6个颜色，等一下我在后面的衣服都会再拿出来搭配。好，选色障碍，这没办法，赶快问问你旁边的好友。那我尽可能的把每一色都用不一样的穿搭给大家。好啦，那我要先脱掉了，就是这个外套哦，这个非常推荐大家买。很多人包色，不然你们自己问那个现在在看直播的粉丝，有谁买这件？真的是人手一件，好不好？超级超级薄，然后凉感，然后还有小朋友可以穿，然后它不会皱，放在包包里就可以了。就是小朋友，像我女儿最近小一嘛，有时候大家去百货公司吃饭，她说妈妈好冷哦，好，这个她穿起来刚刚好又可爱。Hello，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会特别介绍，等一下后面有我就会继续穿搭。那我跟你说，今天剧院上了2个满版花样，终于在今天上架了，这早该上架了，可是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布料，一直等，今天终于这个花样可以跟大家见面了。每年最流行的图腾洋装终于出来了，因为呢真的是每年一定要有这种黑图腾的一个洋装，但是呢今年出来我都嫌它晚了，所以我就说终于出来了。最喜欢的绝对是妞儿穿在第一件身上的，就是我身上这一件，它是走一个棉质，它没有任何弹性。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胸围限制，大概可以到小 L 左右。然后再来是它的肩带是铁的，可以自己做调整，然后铁的在洗涤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坏掉。那中间的部分有做一个腰线，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穿起来会不会很胖，没有，你们远远看它是满版的图腾。那我要跟大家讲，它是超级薄的棉料，没有内着的问题，也不会透，这件是一定要买的，我真的千等万等，今天终于等到它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上架我一定要好好大力推荐一下。老实说它真的没有太多的特色，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长度啦，来看一下，我是161公分，穿着全平底的拖鞋，然后呢如果是150公分刚好会落地。那如果你觉得太长的粉丝，你就踩一个3到5公分的高鞋。好，记得哦，有买东西要刷卡订单以汇款订单，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你就可以抽奖哦，非常非常的刺激。好，来，刚刚能帮助打一遍吗？好，小帮手再帮忙打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等一下妞儿会再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好，然后这一件呢，我自己本人当然一定要买，我跟你讲它超级超级薄，然后就是它是算是棉料的，然后整件就是非常摇摆飘逸。那刚刚我一开始是不是搭黑外套？其实啊白外套也非常好看，那黑外套是里面颜色最近卖最好的，因为呢刚刚忘记跟大家讲，因为黑外套最瘦，它的手真的是非常长又瘦。白色就是夏天搭任何有颜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或是花，穿白色都很好搭配。这样你穿白色也可以，穿刚刚黑色也可以哦。好，或者是我们的牛仔外套，我们的牛仔外套随便给我一件好了，
我们的牛仔外套，如果呢你平常已经买剧院的牛仔外套，给它搭下去就会超级超级好看的咯。好，所以呢这一件呢、啊、我觉得它的肚围啊，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那当然牛仔外套穿下去最好看了。那平常大家都知道妞儿不太穿一些高鞋啊或是拖鞋的时候，我绝对穿着自家的小白鞋走来走去。我们家的小白鞋非常非常的好穿，非常非常的软。你看哦，图腾洋装谁说一定要穿度假风？今天呢，我跟三五好友去吃个下午茶，吃个午餐，穿小白鞋的look，这样就非常好看。洋装啊，我觉得不买你会后悔，因为它整个这个雕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有限金额吗？不限金额啊，所以抽到如果你买到3000块，就是零元订单3000块一张订单免费；你买到10000块，就是10000块免费。所以我就说这个活动很刺激，台湾粉丝也是一样哦。你买到不限金额哦，你买到2000那一张就是全零免费。你买到2000也是领元免费，你买到150也是免费，所以呢，这就非常非常刺激。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有太多压力，就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贴订单就可以抽奖。好，所以这一件呢是我最爱的，所以呢我就放在第一件给大家咯。好，接下来呢，这看完了吗？洋装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它的身材尺度其实都蛮大的，就只有上身它刚刚讲可以到小 L， 上身胸围的部分，但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它这个肩带都可以调，所以你可以再调大一点点，我觉得胸围都是放得下的。是不是超好看？我觉得这件不买会后悔。那如果呢，你平常不穿背心，你可以加 T 恤在里面，也会超好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黑底，然后黑白底的，所以呢，这个再拿出来穿，如果你是要度假拍照，搭外套或是搭拖鞋，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恰到好处。那长度妞儿如果没有穿鞋给大家看一下，小个可能会比较担心，但我刚刚讲了，小个顶多变很长的长腰，我觉得也没有去必要改的程度。好了，白色外套多少钱？有6个颜色，小帮手麻烦贴一下订单。那个外套真的6色都卖得很好，卖得最好的是黑与白跟蓝，给大家参考一下。但是粉橘也卖得很好，等一下后面的穿搭我都会再穿到。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玩零元订单的活动咯。那记得哦，要以刷卡跟以汇款订单，如果你已经有做到了，你可以先把订单编号贴回来咯。好，第二件呢，我呢要来穿的这个就是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好，这件上衣呢有4个颜色，但是在讲上衣之前呢，我想要先介绍我的短裤，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哦，我们家的短裤很难买，因为呢短裤如果你没有买到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怎样买不到现货，什么时候会预购不知道，会不会再有货不知道，哪时候有不知道。好，如果你是新粉的话，先跟你说，我们家的老粉不会让步的。牛仔裤这一件啊，今天你的是剧院老粉旧粉你都要去下单，因为呢剧院出了大概50款以上的牛仔裤，有了有弹没弹，然后微微弹、小弹、大弹都有。这一件呢它不太弹，微微弹，它在我们家算微微弹，但是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是这种比较我觉得比较休闲宽松式的牛仔裤，所以呢它呢跟完全以前的牛仔裤都不一样，而且又是反折，然后就是这种你镜头看到的非常非常舒适。我觉得今天这一件不买可惜，而且呢今天又有活动啦，如果你是幸运儿的话，我几公斤，我现在47公斤左右这样，然后是穿着我们家的 S 号啊，这个尺寸很标准，我穿 S 还有空间可以让我来扎衣服，所以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买。那这件牛仔裤它没有太多的什么，它没有太多的设计，它本身呢就是走一个反折，那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裤口跟裤型，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小割破，小小割破，非常的典雅，基本好搭。所以呢我搭这种短版上衣或是等一下搭别的 T 或是背心，我觉得都超级超级好用。然后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好，这个酸痛贴不要理它，有没有看到我们家的裤子，它这边都很包，所以蹲下去的时候你也不会露到你的屁股蛋。那本身它算是中腰，刚好在肚脐上。那这边我刚讲微微弹，所以整个都没有地方会贴在你的屁股跟肉上，甚至大腿。好，我站远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么瘦。而且我觉得这件裤子它很好搭，它可以搭合身的上衣，然后可以搭宽T，就是那种比较休闲美式的宽T。
终于又比较长了，对不对？它长归长，但是不是那种很长的，它就是长一点点。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裤型跟以往的剧院牛仔裤型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休闲宽版式的，但是宽版不会变胖，所以你们看一下妞儿穿起来一样非常非常的好看，很赞，对不对？所以这一件呢、啊，我们一样不开放任何的预购，今天你有买到就是你的，没有买到就没有了，很抱歉哦。好，所以裤子的部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反折你也不用担心会这样，很多人就说会不会我后面坐下来起来变这样，我告诉你，我们的反折有好几个定位点，这边有个定位点，这边有个定位点，所以呢不用担心你们有反折问题，它一样不论是你坐下站起来都会是非常非常好看。那以妞儿穿这一件的舒适度来说，我给她101分，100分还再加1分，因为她真的很舒服，微微的弹，一点贴身都没有，屁股也没有，大腿更贴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不论是你以前有买过剧院的裤子，没有买过剧院的裤子，今天你一定要把它带走啊！它是我们剧院出了那么多牛仔裤第一次裤型不一样的。好了，裤子讲到这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打问题给我们。那后面进来的粉丝，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活动这么激烈啊，就是我们要抽零元订单，台湾3张，大马2张。什么叫零元订单？就是你的订单金额如果今天是5000块，也是零元让你带走，好不好？然后呢，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刷卡订单跟已汇款订单，很简单。基本上我们看到每天进来的订单都是用信用卡刷卡，现在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大家都信用卡刷卡超商取货，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没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你刚好看到喜欢的东西，你就来参加抽奖吧。那妞儿对以往的经验，大家也都知道，抽到订单都是3000块以上，就这么幸运，你们就是这么幸运。好，我就跟你们赌了，好不好？所以呢，在直播关播之前，就会带着你们到电脑前面去做抽奖的动作跟审核订单的动作。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得奖组到底是多少钱，好不好？好，然后买裤子的要快哦，然后这个活动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新加坡、港澳啊、台湾、大马的粉丝都可以。好，再来呢，衣服我知道大家喜欢，有4个颜色，好，可以穿到多大？首先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年很流行这种 QQQQ 边的？好，再来呢，它整件的 range 是这么大的，到 L 的话没有问题，它本身就算是一个小合身上衣，但不会紧身，你放心。那穿好的话，大概是一个微方领，然后卷边的感觉。那如果喜欢一字领的朋友们，就像妞儿一样，稍微调整一下，它是可以做一个微微的弧形的一字领，超级好看，我非常喜欢这一件哦。那再来呢，它是走一个宽螺纹的。好，以往呢都做细螺纹，那这一次呢，我们帮大家选用的布料是这种，有没有看到间距比较宽的？那奶茶色一直都是每年必须主流的颜色，就是不论是转换季或是夏季，今年确实很流行奶茶色。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3个色，总共这件衣服有4个颜色，黑白真的不用说，就是大家一定会超喜欢。另外我挑了2个比较特殊的颜色，一个是枫叶红，这个女生好喜欢，因为穿起来好白哦，它是薄的，是薄的。我们家的这全部都是35度以上可以穿的，毕竟妞儿现在也是还在流汗嘛，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可能看到其他品牌已经在换秋装长袖了，放心啊，跟着剧院走，你会一直有漂亮的衣服穿的，好不好？所以呢，这个颜色我自己有买，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有气，我觉得它很有气质，所以我本人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如果今天啊你想加件外套的话，这一件外套是我们昨天卖的非常好的 MIT 飞鼠袖外套。好，那它一样是有白色、黑色跟粉色。好，如果你想加外套的话，这件外套也卖得非常好，也是我们，这是我们 MIT 棉质的一个螺纹布。好，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很简单，然后修身又美丽，又可以遮阳遮冷气。好，所以呢，罩衫也是另外搭的，还有其他颜色，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小帮手贴一下链接。好，再来呢，好，赶快哦，今天上架的东西全部都有现货，现在都有现货，如果你想要今天被出货的订单可以，请你现在去下单就一定可以，今天下午出货，明天早上出货，你后天绝对就可以收到了。好，这是第一个颜色，然后弹性真的非常好，那它算是一个不算是超短版，就是刚好靠在你的中腰裤头的位置哦。好，然后再来第二个颜色呢，我想要来穿一下白色，
好，让大家提起精神一下。好，它的白色我本人很推荐，因为它的白色很白，是超级亮白的那一种。好，就是比我的小可爱都还白，比墙壁还白。你看一穿出来是不是超好看？好，白色我还蛮大推大家，因为它就是整个就是纯白亮白，比墙壁还白，比我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提亮。袖口的部分不用担心，它真的是一个高弹面料，而且我真的觉得它的螺纹很漂亮，就是颠覆了比较细螺纹的感觉。好，然后白色搭牛仔裤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look。 那可以搭什么呢？等一下后面可以搭裙子，或者是我们卖的超级好的图腾风，图腾风高弹 SML XL 都可以穿的裤子。这一件呢现在也有现货，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我几乎每天都穿着。你要搭今天的这个四色上衣也通通都可以哦。好，然后等一下后面我们都会再介绍。好，所以白色啊我真没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它就是你看微微的很美。然后呢白色会不会透？多少会透，所以呢请自己换成浅色的内着即可。那白色我觉得小帮手借我一下一些，比如说格纹裤啊花裙啊，我稍微比一下给大家看。你看已经有很多人去下单了，加油加油，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抽到零元订单，我比谁都还兴奋。好，所以呢大家今天不会耽误大家太有时间，跟平常直播时间一样，就会带大家去抽奖的。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家里有的这个居然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热卖的黑花裙到现在还在追加。好，你也可以搭，或者是呢我们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格纹裤，看起来很无聊但它卖超好的。妞儿呢也搭配过非常的 非常多的 T 恤给大家看，这件格纹裤是棉麻的，也非常好穿，不没有什么身材限制。所以呢白色真没什么好说，就是又白又亮又百搭。还有白色可以穿在一些吊带裤里面，有时候你不穿背心你可以把它穿在吊带裤里面，当成是一个打底上衣了。好，再来呢第三个颜色我就要来穿大家我觉得大家会蛮喜欢的枫叶红这个颜色。每年呢其实到了转换季好像都会有这个颜色的衣服。那这个颜色我觉得它确实也可以提亮大家的肤色。那有些人就取决于说我要买这个颜色还是要买奶茶色。好，我觉得它两色感觉不太一样，它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所以它也是蛮提亮肤色。很多女生倒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然后它的螺纹也很分明，有没有看到螺纹的感觉也非常非常分明。好，所以呢上衣它算是不算是正常衣长，它就是微短版，就是在裤头中间。你觉得 OK 的人其实真的只要穿中腰或高腰裤基本上就是露这样子，然后下摆也有卷边的设计。那宽度呢我觉得它是因为是弹性的，所以没有什么身材的限制。那喜欢一字领的话我们稍微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它整个都是高弹的，就是轻轻一拉就非常非常高弹。好，那如果呢今天呢真心你们就觉得说我不要穿这样，我就觉得会露肚子。好，那妞儿来教你们一下。我呢拿刚刚我拿的那个图腾的裤子给大家好了。好，很简单，你家里如果有这种高腰裤的话，你只要把它穿上去，基本上你就不可能露肚子了。好，来，刚刚有人觉得说怎么办？来，这件裤子就是我刚刚比给大家的。我每穿上这件裤子，我就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就只有161公分，我穿的平底鞋。但是我每次穿这件裤子出去，大家都觉得我又高又瘦，而且它是宽版，然后又凉又是压折的，然后大家又可以驾驭。所以呢，刚刚不想露肚的人，又很喜欢这件上衣的设计感的人，宽螺纹的人，教你们，你们可以拿一些我刚刚说的花裙，或者是松紧带的这种松紧织带裤头的裙子、宽裤等等之类的，然后可以搭这样上衣，你根本就露不到你的肚子。所以呢，其实衣服有非常非常多的穿搭方式，我觉得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就是自己去摸索一下咯。好，第四个颜色呢我就要穿一下比较无聊的黑色咯。好，比较无聊的黑色，但是我必须要讲，其实我觉得黑色也是蛮好看的，因为呢黑色的宽螺纹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黑色又显瘦。好，也或者是你看哦，刚刚我是扎进去对不对，有些人他就觉得我不想扎，我想再更舒服放出来，你看放出来一样好看。你只要搭这种中高腰的裤子，基本上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的肚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穿搭。裤子有现货，我劝大家没有买的人你真的不要害怕，因为图腾真的很好看很凉。然后呢我没有特别的穿什么特别的鞋子去做搭配，我跟大家讲它
它下面呢、啊、是没有修边的，150公分的，你可以拿去给人家那种修改横立的剪刀一剪，或者是你家里有横立的剪刀，自己剪到你自己的长度就可以了。但是前提是要横立的剪刀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做修改，非常非常的方便。好，所以黑色你看又瘦又高，或者是呢，如果你今天想要比较知性的感觉，我再换一件给你看。好，我再换一件我们卖场啊卖得非常好的休闲的一个长腿裤。好，我每次啊穿到它，我就说它是长腿内裤。还有我的高跟鞋，还有谁穿谁都会高，谁穿谁都会高。好，我找一下我的那个白拖鞋。好，我随便拿一双大概3到5公分的鞋子给大家看。好，这一件裤子啊被我称之为高妹裤。好，大家应该对它非常有印象，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本周新品，很强大的，它是一个吸水的料子大宽裤，然后它是软料的，你要搭上班族的感觉，要搭休闲的感觉，要搭韩风女孩的感觉都可以。所以你看刚刚上衣啊，我前面搭牛仔裤跟宽裤跟图腾裤完全感觉不同，是吧？好，所以呢这件裤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好，颜色的部分呢、啊、其实夏天我蛮推荐我身上的颜色，你只要穿好浅色内裤就好了，完全不贴腿不紧身。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裤头的部分是长这样，然后它是软料吸水，有点像牛仔料，但是它是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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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软的，然后很好看。那我当初介绍有搭过就是一些衬衫上班族的穿搭，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女生喜欢的 look， 最多搭给大家看。那你今天想要小性感的话，你看这样子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好，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会有耳环，快了快了。然后有人问我说衣服四色推哪色，我自己喜欢奶茶色，然后黑白色现在非常多人购买，然后枫叶红一直都是转换剂很强的颜色，所以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自己考虑一下。我穿着的拖鞋不会卖，今年不会再开卖鞋子了，所以呢不要理我的鞋子。好，来，所以这一件呢，反正裤子喜欢的人还有现货自己去下单，然后也有帮大家追加，这裤子会一路一直卖到12月吧，因为真的很好搭又很好穿。好，那当然如果你没办法接受浅色的，它还有黑色，自己去卖场上看一下。好，那妞儿要继续咯，再来呢我要继续这一件，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点。好，它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两穿格纹裙，我觉得它超酷的耶，它可以当裙子又可以当洋装，到底是要怎么样当洋装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噔噔，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这一件呢超厉害，一定要买。它有黑跟白，它是雪纺纱，据说它可以，这条要干嘛呢？据说它可以当裙子又可以当上衣。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当上衣。好了，好，首先呢绑带我先放旁边。好，如果呢你对头发有兴趣的话，可能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发带啦。好，我沿用刚才的黑色上衣啦，你要放出来也可以。好，这样这样也可以。那我呢就是小心机，我觉得扎进去腰线比例会好一些些。好，来，超级高弹，谁都穿得了这一件。那它是一个雪纺纱，然后呢里面有半层的内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然后呢它就是雪纺的料子，有一点点小不规则，若隐又若现，好不好？若隐又若现的。好，然后呢它呢本身就是细致的雪纺纱，所以穿起来非常的凉。上身你要搭牛仔外套、西装外套、背心、 T 恤、字母 T 绑起来都皆可，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后面要搭的其他的一些背心也都可以。好，然后呢短裤不能想拿小一个码，请拿正常尺寸 SML XL， 拿你自己的尺寸。好，那这个格纹呢我只能说很凉，然后不规则，超漂亮的。然后呢据说它可以这样，这样要干嘛？好，来，这边呢附给大家一个绑带，当然这样穿我觉得没有绑带不好看，所以呢你呢，我现在上加这件上衣是因为因应有一些人怎样，他不穿就是无袖的东西。好，所以我刚好直接拉上来，他就变一件洋装了。好，然后呢你要穿高跟鞋、平底鞋、小白鞋通通都可以。那你有人平常出门怎么穿呢？我穿小白鞋，或是穿我就是推荐大家去那个 ABC Smart 买的
Vans 的这个懒人拖鞋，这样子。哦，我平常就这样，而且它裙长也够长，小资女孩、高个女孩通通都可以。好，我觉得这件超酷的，就是一衣两穿，居然可以当上衣。那上衣也不用担心会紧哦，因为它的那个尺度真的很舒服、很大，所以这就是妞儿平常的穿搭。好，然后呢，有袖的感觉是这样。等一下白色，我再把那个 T 恤脱掉。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喜欢里面的 T 恤，也可以就脱掉。我等一下会穿给大家看。好，所以这个送给大家。然后你看，然后换一秒。都可以再降回裙子。好，那这个带子，我觉得裙子你当然可以绑一个蝴蝶结腰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当这个牛仔裙穿就好了，是不是超级好看？两穿哦。好，后面进来的粉丝，我先稍微再提一下今天的活动。为什么今天直播那么热闹又那么紧张？因为我们今天要抽出零元订单送给大家，台湾三张，大马两张。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论买多少钱，被系统抽到的，然后是以刷卡以汇款的订单，就是整张零元送给你，大家都很期待哦。那居然也会用拿着镜头带着大家到电脑前面去抽奖，所以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得主到底送的金额是多少了，好不好？好，所以我现在搭法就是让大家有一些要穿衣服的搭法。好，那另外一个颜色啊，它就是白色的底。好，它其实就是两色错开，一个是白，一个是黑。好，那我先不把那个衣服脱掉，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颜色是白色。好，白色的话它也不会透，所以呢，我相信在你眼中有一个是你第一印象你喜欢的颜色。这样。好，然后两个颜色给大家。好，两个颜色，然后这个是大家已经可以穿，你看已经超出镜头了。好，所以这个松紧带是没有问题，而且它不会到非常非常的紧跟勒。好，那我现在把上身脱掉，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啦，我自己不喜欢就是穿那个上衣，我喜欢穿背心的感觉。好，给大家看一下。好，今天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请大家要认真的听直播了。好，上身的话，如果呢我现在想要当成是平口洋装的话，一定要绑带哦，没有绑带我觉得不好看哦。好，这样。好，因为我平常就没有习惯穿 T 恤在里面，所以我自己就会这样，我就会穿这样，就是去度假的时候，然后可能戴个草帽啊，提个小包包，我觉得就超好看的。好，然后这个完全不会掉下来，我们家的瓶口真的都做得很棒，它不太会掉下来，而且副乳也把它收起来了，这样搭配很好看，对不对？新加坡也有啊，所以你今天只要是刷卡订单、汇款订单就都可以参加，你把订单标贴回来，我们已经看到非常非常多人在贴订单了。好，然后呢干嘛呢？今天早上稍早介绍的六色超级冰凉连帽针织外套真的卖翻了，每个订单人手一张，如果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就真的太落伍了。好，我特别再穿回黑色一下，黑色是卖最好的，为什么？因为黑色手最瘦，不知道为什么所有颜色穿起来黑色手又瘦又长。然后呢，这整件的 range 可以到很大，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它是那种冰冰凉凉可以微遮阳跟冷气的这个小外套的感觉。然后呢，外套还是要红给大家看一下，总共有六个颜色，你自己选。因为今天碍于直播的那个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一的穿搭给大家看哦。那其中有一个颜色我觉得蛮强的，蛮好看的，就是深蓝色。好，多穿一个颜色给大家看，深蓝，因为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白，这样，噔噔，超级超级白的。好，就是这样。它六色都卖得很好，大家自己稍微选色考虑一下咯。好，那再来我再搭一个外套，就是如果我今天穿这样做妞儿出门穿搭的样子，就这样。因为我平常不太穿就是 T 恤，所以我就会穿就是小外套这样。好，是不是很厉害呢？好咯，所以呢一一多穿这件，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太有趣了。然后你看我把它降下来，它居然可以当裙裙。好，就这样。然后白色没有内着的问题，因为里面一样有一层白色的内里。好了，那我要再来继续咯。好，再来今天呢，我刚刚讲了一开始上了一个图腾的什么图腾的洋装，再来就是这一件了。好，我千呼万唤的它终于来了，我真的等它非常非常的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妞儿很喜欢什么绿色的东西。
好，然后呢，这一件洋装它非常的特别，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它的那个布料。好，它是一个有点像冰冰凉凉的感觉，然后这一件呢、啊，谁都可以穿，因为它蛮宽大的，有附绑带给大家，而且这边可以自己做绑带。你看它的流苏精不精致？它是长这样子的。今天下单只要是200813，刷卡订单、汇款订单都可以，以刷卡以汇款，赶快贴订单。我看到好多人贴喽。桃心领交错压折上衣可以看一下，桃心领袖，等一下会穿。你看到这个超级可爱的。好，然后呢，它是走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想要休闲宽松，其实你大可以不要绑。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穿洋装啊，多少会想要有一些腰身，对不对？然后哈，你看它这个很可爱，你可以自己绑高绑低，有些人不喜欢露那么多小可爱，你就可以自己绑高。那我想要露到一点小可爱，那它呢，其实就是很标准式的洋装的长度哦。好，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把它缩起来，超美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件，因为它的底色是用那种草绿色配上杏色的一个线条，这样。我就超级觉得这件超级超级美的，然后呢，这件呢、啊，因为它底色也是偏浅色，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穿一样，穿浅色内裤就好。这件啊，你出去拍照，你绝对是冠军得主，因为就是看起来就超级漂亮。我给大家看一下布料的颜色，它布料的颜色就是这种草绿色配上有点杏色的感觉。好，这件呢，今天交购车第一名。因为呢，今年的花样特别特别的少，然后长度的话一样呢，妞儿161公分，基本上呢150差不多就是长洋落地，所以我觉得也没有改的必要，就是大家穿平底鞋、高鞋什么都可以。那刚刚讲过了，肩带这边你可以随意自己的调整，如果你不喜欢露那么多、露那么低，你自己再绑紧一点、绑高一点就可以了。好，是不是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呢，我觉得更漂亮的是，如果我们来搭上一些外套试试看。好，外套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就是我们 MIT 卖的很好的飞鼠袖外套。我们的罩衫非常非常多款哦，因为因应大家今年太阳非常大，然后呢不要晒黑，但是呢穿外套又不要穿得太热，然后又要实穿，所以呢我会拿这件来搭。好，这件就是我们上架卖的非常好的 MIT 飞鼠袖的一个螺纹外套，那它一样有黑白粉，白色非常非常的好搭，就是纯白洁白的白色。Hello， 赶快邀请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抽奖。记得刷卡订单，你要买什么，或者是你要买之前捐的东西都可以，追加不获到的东西都可以。好，那这样子整个就很清新，很度假的感觉。好，然后呢，如果是牛仔外套的风格，真的不用说了，它绝对是协调，有没有？这大牛仔外套超好看的，因为我觉得是本身它的绿色跟牛仔色调非常非常的协调，超美的。好，后面进来的粉丝，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剧院在做什么活动，就是零元订单哦。你今天有看到喜欢的，或者是你之前想买的东西还没买，或者是你要去抢折扣专区的东西，只要是刷卡跟已汇款的订单，订单的日期是813开头的，全部把订单编号贴回来，我们等一下可以抽零元订单。讲简单一点，就是要零元送给你哦。如果你的订单被抽到，金额是高达5000多块，我们一样零元送给你，就这样。马币也是一样，高达500元马币的话，也是就是零元送给你。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刺激。那今天呢，等一下在直播关播前，我们就要大家一起来去抽奖，现场 live 直接抽，直接抽，好不好？如果当成一只，你胸围多大？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真的很大，可以大到 L 号以上的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游戏规则都听清楚了，那我要再继续咯。那因为今天还有小可爱，所以今天时间会稍微就是我会尽快讲快一点点，因为呢有太多东西了，大家应该也都希望每一样东西妞儿可以穿搭给大家看。好，再来呢，妞儿要介绍的这一件上衣，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敲碗说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时候要讲，好，就来了，就来了。好，这一件呢，它是一个泡泡袖上衣，今年呢，只要是这个布料啊，说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既上一款啊是蓝色跟白色嘛，那我们呢又有新款啦、啊，就是粉红色又出来了。好，那我下身搭配的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冠军销售的一个牛仔裙。好。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牛仔裤裙几乎人手一件，所以呢你要不要买或是要趁今天买随便你。它是一个就是 SML XL 尺寸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牛仔裤裙，然后它就是有点想要夹高腰，让你不要露太多肚子，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我们追加补货到的，目前应该有现货，所以如果喜欢赶快去买。我几乎每天都穿着它，因为呢它穿起来腿超瘦的。好，那我要拿来搭这个今天大家一直在敲碗的这一件哦，好，泡泡袖的粉色跟白色上衣。好，这一件呢它很棒的是这个不需要整烫的面料，而且呢它的粉色很漂亮哦。好，来这一件呢，如果你是肉肉的粉丝呢，我觉得你会买，因为呢这一件穿下去很舒服很舒服，它没有任何一点窄小紧绷的感觉。然后再来呢，真的只要穿下去，不论你穿什么样的裤子，它下摆因为是做交叉的，你要穿低腰高腰都很好看。再来这个桃心领就是大家最喜欢，那我刚刚讲这件衣服啊，穿下去舒适度100，就是没有那一种又小又合又紧的感觉。首秀呢超级可爱的蝴蝶结，粉红色你喜欢你就大力买，因为这个粉红色不会显黑，而且就甜甜的。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布料，它布料就是那种不会皱的布，然后它是利用一个格纹的线条。昨天收到商品牛仔裤裙超级漂亮，我真的这一件啊，其实当初直播讲了非常非常的久，就是希望它虽然没有弹性，因为大家已经买习惯不好意思衣服会被打断了，虽然大家已经买习惯我们家的弹力牛仔裤，这一件呢当初就跟大家说它一点弹性都没有，一点弹都没有。其实我就当初就讲了，大家不要害怕，它真的穿起来很漂亮，而且完全就是不会短，然后就是反正就是那样啊，就是粉丝收到的那样，每个人收到都会觉得很喜欢，而且腿就很明显很瘦，因为它是有点像 A 字摆的裤裙。好，不讲裤裙啊，反正喜欢自己去买。好，然后呢上衣，我要讲上衣，上衣就是我自己也是包色的，因为不论是穿裙子还是窄管裤还是宽裤都非常利落好看，因为我刚刚讲这一件穿下去 L 号你也会觉得非常舒服。再来手袖还有做松紧带，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微微的小一字领，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我刚刚真的穿下去舒适度100分，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窄小或是紧绷的感觉。好，这条牛仔也买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大家现在在讨论这件牛仔裤裙真的是人手一件啦，我们真的是因为很多人很担心嘛，因为网购很少人敢买下半身，就会觉得哎，它没弹性，然后镜头里的人又那么瘦，不知道自己穿起来会怎么样，但是这件真的买到的人都说好，所以真的很好穿。好，这上衣呢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大家，而且这件上衣其实它本身不需要拉一字领，我觉得它本身的条件就很棒就很漂亮了，有桃心领，然后有压折，又有可爱的蝴蝶结，然后前面又是做这种弧形，也不太会露到肚子，后背的话就是正常衣长靠在那个我们的腰头之线，是不是超美？对，这件粉色超漂亮，然后它还有一个基本色就是白色。好，这件有喜欢，今天我们上架的东西全数现货，动作太慢的人可能会买不到现货哦，买不到现货，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今天就被出货的人，你现在去买东西还可以抽奖零元订单，那记得要刷卡跟已汇款订单哦，好不好？真的越来越喜欢我们家牛仔裤，谢谢哦。因为我们家其实现在今年不只是出就是弹力的，没弹的我觉得也很厉害。好，所以粉红色上衣大家看完了吗？它其实还可以搭很多很多的下身，那但是上衣呢还有一个颜色叫白色，我觉得这一次的颜色有点难选，所以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口气就买了两个颜色哦。因为呢你看白色会微透，自己穿白色小可爱在里面就可以。我跟大家讲，你看一下这个布料，连白色都这么样的清楚好看。所以呢，而且我们家白色又真的是都选的是那种大牙白的，所以一穿下去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夏天跟明亮哦。好，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穿着感是真的非常非常舒适，然后它是比较算是比较宽松型的上衣，它不会到那种穿下去手啊还是会黏住身体啊之类的，尤其是就是手袖这边又做有点微蓬，如果再黏住的话我觉得大家会很不舒服，所以这件啊衣服的舒适度妞妞给它100分，就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形到 L 号穿下去我觉得都是舒服的，下身也都很好做搭配，谢谢大家分享咯。
第一件牛仔裤穿过了，我等一下有机会的话我再回穿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件白色上衣穿出来，白跟粉大家现在应该已经有一个心理一个底，你要买什么颜色。然后我觉得它手袖的这蝴蝶结绑的也很漂亮，因为有的手袖绑蝴蝶结让你觉得是一种累赘，但是这一件啊，我觉得因为它的布料的关系，让你会觉得说它很精致，然后下摆又是这样剖开，不让你露到肚子，然后又有简单的造型，所以其实GN的东西说复杂我觉得没有很复杂，但是多少都有一些小小的造型跟设计，让大家很简单穿出门，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可以很有型。而且呢真的还是要讲这裤裙太赞了，因为它不会很短，有的就是可能还会露到屁股，但太短不太适合大家哦。所以呢这件我真的觉得这一套我觉得你们可以包回家，然后白色的桃心领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白色的一字领拉下来，它是可以很轻松的拉，然后宽裕的空间给各种尺寸的粉丝，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的今天已经是热卖款式，好好看哦，而且它搭宽裤一定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来，我要继续咯。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妞儿真的是很忙碌耶，我就是要赶快忙碌的穿搭，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多多询问一下我们的小帮手咯，小帮手。好，然后呢再来呢我要穿搭的是什么呢？好，我再来呢要的穿搭是我们今天完全在剧院也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说今天为什么很好买，今天很好买的原因是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东西都是剧院不曾出现过的比较特殊的东西。我现在要穿的这一件呢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好，来，然后因为我想要因应夏天嘛，所以呢我就搭配了一个比较夏天的背心。好，这件提花裙超漂亮，所以我先把白色穿出来，它有黑跟白。好，然后这个提花裙啊完全在GN不曾出现过，这一季，所以我就说今天有一些东西来得太晚了，好，早该卖了好不好，我们都在等这些布料出来。好，我来给大家，我先拿另外一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好，它总共很无聊就只有两个颜色，黑与白。然后呢我怕大家看不清楚，白色应该很清楚的，就是呢它整件全部满满的提花，看到了吗？整件满满的提花，然后呢是松紧带的裤头，所以呢 SML 你通通可以轻松的驾驭哦。白色会不会透？会，请你穿着肤色的内裤或是浅色的内裤，里面呢有内里，所以呢它是裙子，但是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件裙子不短，我觉得它不短，你们看一下，我觉得它不短，它就是有那种微小蓬裙然后带提花，超级漂亮的，超级超级美的冒泡裙子。所以呢当然这裙子我自己衣柜里也没有，就是我直接黑白买回家，一定很好搭。那它是利用了一个烧花，然后下摆镂空的烧花跟波浪边，我跟你讲这件你没买到你会后悔，里面还有内里。那本身其实我本人觉得这裙子不长，但是它就很贴心的也是把内里做进去了，不会到很长，不会到很短，就是不会曝光，对，不会曝光，然后你里面就穿浅色内着就好了，就好了，是不是超级超级美超级漂亮的啊？你们就把直播听完好不好。然后刚刚讲过松紧裤头它是非常舒服的，里面呢有这个安全内里。好，然后真的是很精致，一从这边，如果直播看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看那个就是商品页面，它从这边开始都是烧花，然后这边的烧花还有镂空，超美的，赶快去下单，都是现货，然后今天又还可以抽免费订单，反正我觉得今天这活动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大家平常就会买的，也都用信用卡刷卡，然后超取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多剧院帮大家争取的零元订单，争取了5张，所以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我也好紧张哦，等一下可能12点半就要抽了，好，所以大家加油，喜欢的东西赶快去下单。那这个啊，我觉得可以搭今天的这个上衣，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搭我们刚刚一开始的一字领，或者是我觉得牛仔类的，好，小帮手那个牛仔衬衫还是借我一下。好，来，就是我现在搭这个啊，我觉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女生要去度假，休闲感的感觉。如果呢你家里有这种牛仔衬衫，我们像棉花糖的牛仔衬衫卖超好的，现在应该还是预购中，就是一直补货就又没了，补货就没了。好，第一个你可以当成是外套，第二个如果是妞儿的话，我还是希望我的身材有一点点腰身，所以我就会给它绑起来，做这样的造型。
我觉得就超可爱，而且我觉得它裙长真的做得很棒，就是让我的腿啊感觉就是很直很直。然后所以你看哦，它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关起来，就是你就是想要牛仔式的穿搭也可以。好，这一件呢也是现货贩售，请大家赶快去抢。然后后面呢，我觉得恰到好处，因为它真的不短，真的不短，它就是很贴心的自己在做了一件安全裤给大家，好不好？然后呢，我直接先换上一下黑色，那黑色我等一下会有其他的穿搭。总而言之，它就是有两色，很无聊，就是黑白。那黑色收花在直播可能没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食品穿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也很清楚的。好，我穿一下黑色给大家看，然后黑色我等一下搭配其他的。好，你看哦，黑色它的收花一样是波浪边，有没有？而且非常的显瘦，腿非常非常的长，一样有一个安全短裤给你，非常非常的安全。好，是不是超美？这个真的是直接包色处理。衬衫有买真的不后悔，因为这个衬衫，因为我之前就讲过了。棉花糖的感觉，它不是牛仔吸水，它就是棉花糖，我很难诉说啦，但是真的卖得很好，它很薄很薄，就是四季都可以穿。好，所以黑色我想要来换一些比较另外一种感觉，刚刚都搭配过这种比较休闲小度假的感觉，妞儿现在来搭一个白色提花上衣。好，这件提花上衣呢也是我们最佳捕获到的上衣，然后也是卖得很好。妞儿在直播，老实讲我也不敢一直穿，因为呢有买这件衣服的人应该等了老半天才等到货，对不对？我记得好像等了十几多天呢。那今天有听到直播的人告诉你，你很幸运，现在有现货，现在有现货。我觉得这件拿来搭这件超级适合的。好，本身是一件 T 恤，所以你要搭牛仔裤、牛仔裙都可以。那妞儿今天把它拿来搭这个小提花裙，我觉得超适合的。好，这样。好，它本身穿好就是一个 U 领，然后一个 T 恤式的感觉，然后呢，满满的一朵一朵的烧花给大家，好漂亮哦！就这样，你看到的这么精致，有没有？好，这么精致，然后一样裙就是一样是高弹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明显，我觉得这直播镜头蛮清楚，就是看得到那个波浪卷边，然后屁股一样完全不会走光，然后我觉得长度对于就算是高个儿的人也很适合。那它是松紧，其实你可以自由的高低，是不是一定要买的东西？超美的啊。好，然后呢，这个外套真的不推了啦，就是要买的自己去买，它几乎每场直播都有它，而且还出现好几次，就这样。然后你要穿着拖鞋、小白鞋、平底鞋、高跟鞋，这个真的都非常非常好搭配。甚至你今天不想要穿整套那么女生的感觉，你想要穿一些绑起来的那种 T 啊，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好咯，总而言之这个东西很厉害。好，接下来我会继续穿搭咯，今天的东西还有我现在要穿的这一件。好，刚刚很多人都说那牛仔裤可不可以再穿，好，牛儿现在牛仔裤要再穿回来了。好，我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还有一样很厉害的新品在这。好，CP 值很高的两穿冰凉柳结背心，好，有酒红色、灰色跟黑色、白色。好，酷酷我穿回来了，刚刚前面没有看到的人现在赶快来看一下。不要买小买大，不要你会后悔，买正常尺寸就好了， SML XL 你都有买，妞儿身上搭配太好了，你可以多搭。哇，我们看到海外很多朋友们已经把订单贴回来了，所以台湾粉丝如果呢，你等一下看完新品，还有今天的小可爱，你们看吗？小可爱也要赶快买哦。好啦，我跟大家讲，这个扭结 T 非常好看，而且它是冰冰凉凉，穿下去会冰的那种感觉哦。好，这个买到不会后悔，而且我觉得这可以买很多颜色。我这次啊特别就出了，我觉得很特别颜色，先拿给大家看好了。好。总共有黑白灰，好，酒红，但是我身上这个酒红有点带紫。好，这样。好，灰色超好看的，然后黑白基本色，然后跟妞儿身上的这个葡萄酒的颜色哦。好，来这个啊，我
跟大家说，它是冰冰凉凉的，穿下去非常非常的凉。好，然后呢，牛仔裤也是今天的，然后这边会有个扭结的感觉，微小露肚，然后后背的话就是正常。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反过来穿哦。好，那等一下我还会再搭其他的裤子给大家。这件我自己也是包色，因为它很凉。它很凉，然后穿下去就是冰冰端端的感觉。那这颜色我觉得比较特别，所以它是比较有一种那种葡萄酒的颜色，穿起来我的那个手啊跟脖子啊都特别特别的亮。那相信啊，这个颜色我觉得在大家的衣橱里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买特殊色的。我很瘦吗？我最近啊还没跟大家分享，最近还变胖，不知道怎么了。好，但是昨天就想说因为变胖，所以我昨天没吃晚餐，就只有吃沙拉而已。好，所以呢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我觉得这个瘦是因为这个扭结它收起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家的裤型本来就是会显瘦很多腿啦，看起来很直很长，所以呢我觉得这件很适合大家，尤其是这个葡萄酒的颜色我超级大推的。然后呢我等一下其实后面会想要搭这个裤子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这裤子搭这个颜色不就绝配吗？好，我决定要来搭了。好，来，好，然后呢，牛仔裤要买的，因为我们只开放现货，不开放预购哦，所以呢，你自己斟酌一下。好，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大力推荐图腾裤，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完全不需要改，而且穿起来又直腿又长，又没有内着问题，又没有贴屁股。好，你看酒红色跟他不就是一家人，就是好朋友吗？好，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穿外套的话，说真的，这个连帽外套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把它再变成一套，超级超级弹的，然后它就是冰冰凉凉的。冰冰凉凉的感觉，这样，这就是我平常在路上遇到我，大概就这样，瘦又简单，这样。好，然后刚刚有讲过这个上衣啊，它可以反过来。好，我们把它反过来一下。好，反过来穿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前面是素的，然后后面是扭结，这样，前面变素的了，有没有看到？好，前面变素的，然后后面变扭结，所以你看你自己想要穿哪一面都可以。好，然后或者是你都要扎进去也可以，反正扎进去就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前面跟后面都是圆领，这样。短裤介绍过了，一定要赶快去买。好，背心的话呢，还有我现在再来继续穿的背心的话，我要再继续穿，先来穿白色好了。好，白色的部分呢，我先把扭结穿在前面。我们家的白色好端哦，很凉哦，这穿下去很凉，然后又可以两穿小扭结式的感觉，我觉得超适合大家的。而且，我刚刚讲它很冰。好，后面进来的粉丝，妞儿趁妞儿在换衣服的时候，顺便讲一下，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要来抽0元订单，零元五张，好紧张哦。好。好，颜色都很好搭，然后白色扭结穿前面，其实不一定要扎在衣服里面，因为我觉得裤子条件太棒了，100分。所以呢，你就算是放出来腿也很长，我跟你讲，你再塞进去的话，腿更长，吓死人的长。好，这一件啊，我真的很鼓励大家买，不要，你要跟一下流行啊，而且黑色真的算是比较保守的，你要喜欢白色也可以，但这样子超级好看。然后我稍微套一下，因为我们六色的这个小针织外套啊，这个颜色也卖得很好，奶茶色，这是新色哦。好，新色它很快就可以冲破那个别的颜色了，因为这个新色啊，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奶茶色，然后它又是可以一直延续到可能11、12月，所以我颜色非常非常好配，你不用担心。那个葡萄色我超级大推，因为呢这一季几乎是没有出过那个颜色，也不会有人跟你撞衫。然后你看这样怎么穿就很瘦，那这三样东西你要把它分开来都非常非常的实搭。那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个背心啦，因为我觉得又凉，然后它又可以两穿扭结，然后可以搭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下身。好，第三个颜色来穿一下，最无聊最无聊的黑色。你看哦，有没有看到若隐若现的感觉？这一件它是冰凉感的，所以呢它不是厚的。好，因为很多人我觉得还是会误解，因为外面其实很多开始换秋装，或是说一直在打秋装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我们家的衣服就是35度可以穿的就对了，你只要记得这件事就好了。好，它是冰冰凉凉又端一端的。好，
不好选色，因为呢，但是你喜欢背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两件啦，就一个基本色，一个特殊色，这样。然后黑色就是瘦的，瘦的不要不要，因为你看我本来就是腰就比较瘦，可是再穿了更扭结，我觉得更瘦，怎么样？很厉害。然后后面啊又可以围遮住，有些人这边有肉的话，我觉得又可以遮住。你看它放出来腿就这么长，更不要说扎进去了。好，那背心啊都可以正反两穿，然后又冰又凉，然后这个弧形又很漂亮，而且又不会漏，是不是超级好配的？裤子一定要买，不论它是现货预购，你们都一定要订哦，一定要订，真的很厉害。那它整个的凉感冰凉，有没有看到微透微透的感觉？好，然后呢，呼吁大家等一下下单完，我还没介绍完，还有小可爱，然后还有第四个颜色的背心要送给大家看，就是灰色。好，灰色跟葡萄色我都很推，因为我觉得黑白就基本真没什么好推的，而且呢大家也就是很喜欢黑白。那今天啊这个背心有两个特殊的颜色就到我身上，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葡萄紫。我觉得灰色跟葡萄紫很多人都很难接受，但是真心听妞妞的话，我觉得这个灰色真的质感一百，就是它是有点灰蓝灰蓝的，然后又扭结，然后你看随意放出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特别去扎它，它随意放出来，你穿好衣服就可以出门，你也不用想说啊我哪边漏很多，它完全也不会挤漏，因为我刚刚讲它的材质是凉感端端的，所以它本身的布料就不会这样贴身挤漏，所以它就是这样松松的，我觉得大家可真的很可以买。然后这个颜色一样啊，扎进去给大家看，你看超级超级有质感的耶。对，所以呢我觉得特殊色大家不用担心。再来它这一次的圆领做很漂亮，就是一个大 U 领，但如果你觉得大 U 领很低的人，告诉你你把它反过来穿就好了。他刚刚说它可以两穿，一面是高的，一面是低的，你看你自己喜欢什么。那我刚刚讲这扭结本来就可以两穿了，本来就可以两穿了，知道吗？好，超级超级好看的哦。好，二话不多说，现在是12:20，妞儿接下来要先介绍小可爱。介绍完我们讲过了，今天要抽出5张零元订单，等一下会同步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电脑前面。好，没有口袋，没有口袋，因为呢真的要让它很直很修身，所以我们就没有在做口袋咯。好，再来呢，妞儿要开始穿小可爱咯。好，小可爱呢，我第一款我就要先讲一个我觉得最厉害的小可爱。好，来稍等我一下哦，总共有1、2、3、4个颜色。好，那我呢先穿什么色呢？好，穿白色好了。好，总共有4个颜色，那它的触感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绵密，然后弹力十足。那有买过剧院的小可爱应该都知道我们家小可爱怎样，不需要再穿内衣了，只要有买到我们家小可爱的人，每次都说哇，自从买了君的小可爱，我们就再也没有穿过什么内衣了。好，来这里第一款在我身上，你一定要买哦，我们君的小可爱白色超漂亮的，很多电商卖家不推荐大家买白，因为白很容易黄啊脏啊等等的问题，妞儿永远小可爱我都觉得白色真的是超美。给大家看一下背面，这次的背面啊，这一件它不算是那种超级短版的那个小可爱，所以你看哦，穿这种高腰裤好像就可以，有时候你要去运动，或是有小然后比较小辣妹去海边玩的，你直接已经可以当上衣穿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好，这一次呢当然黑白很基本之外呢，有来了两个我非常大推的颜色，叫做绿色跟奶茶色。好，我跟大家讲哦，这一件呢、啊、它的罩杯可拆可加，所以呢我们居然非常方便，你要拆要加自己随意。再来这个罩杯大概有 1.5 公分左右，它算是比较厚一点点的，然后可以捧着的。好，妞儿现在是完全没有穿着内衣的阶段之下，穿着感是捧着，而且呢就是包覆性很够，一体成型的罩杯，弹性非常高弹，还有我觉得最特别是它的后背这边
有没有？它的这一侧后背不止一个交叉，两个交叉，上面一个大交叉。那如果比较肉肉的粉丝会说，我们的这会不会很紧？会不会挤肉？来，妞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润局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你不用担心它是超弹高弹，只是我因为没有穿内衣，我在担心也会曝光。好，所以呢，这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两件298。马币两件才多少钱而已，46块，超便宜。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出的刚刚讲了，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怎样，没有那么短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搭一个小外套啊，都可以。它就是一个超级美背式的感觉。颜色上的话呢，总共有1、2、3。好，那我呢再穿一个颜色给大家看，好吧？我挑绿色，好不好？好，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对特殊色可能会比较想要知道，因为呢，白色其实真没什么好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好，绿色的部分我自己也有买，因为其实我觉得绿色它就算是一个，比如说穿牛仔衬衫啊等等啊，我觉得很好搭的一个颜色。那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家一体成型的罩杯基本上真的不用再穿内衣了。那即便是比较身材没肉的，像我这样啊，就是我真的上身没什么肉，好。我上身就没什么肉，所以你就是我觉得很可以，就是穿我这样子的小可爱。好，这样绿色其实很好看，然后奶茶也很好看。总而言之，它就两件台币298，超便宜的，真的超便宜的。然后呢，马币是46块，你说不买，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很可惜。下面完全走高弹，非常舒适。但因为我讲我没有穿内衣，就不能拉太开。但是呢，你们看一下尺寸，跟问一下小帮手，都可以穿的。厚度大一点，我们它算是比较厚背的，所以呢，以妞儿身材比较没肉的，我觉得都可以捧高这样的。我相信大家穿起来的感觉会比我更漂亮一些些。好哟。好，可以刷卡，3000块不能刷卡是因为那个吧，超取金额是不是？对，所以你就选货到宅配，因为那个超商 7 它有那个金额跟尺寸材质的限制。好，大概1.5公分。好，这是第一款哦。然后第二款小可爱，我们来穿一下这个冰丝凉感的小可爱。好，那我穿黑色好了。好，我穿一下黑色。好，这个呢，这一款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因为它就是很亲肤，然后它很薄，然后它是那种游泳衣材质，薄款的游泳衣材质，然后它有点像无痕内裤的那种内衣的感觉。好，无痕内裤大家应该都买过吧？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件呢、一定要买，因为剧院第一次出的这种有点像泳衣材质的无痕的一个小的那个背心。好，小帮手那个帮我调紧一点点。好，然后呢，这一件呢，它也是属于比较长的，就是它也不是那种半截的。我觉得今年呢、就流行了蛮多，就是比较长一点点的小可爱。因为我觉得买这样的小可爱，第一个你可以外穿。好，这一件呢，应该是说，反正2入298，2入马币46，你随便凑都有。但是今天这个啊，我蛮推荐大家三色带回家的。来，它是那种薄，看得到吗？新加坡也可以参与哦，薄款看到吗？它很像那个无痕内裤，你们有买过无痕内裤吗？好，无痕内裤凉感的那种，无痕的那种布料，冰凉感。然后呢，罩杯一样是一体成型，这个厚度大概1公分左右，比较大众一点点。然后呢，就整个你摸你自己就是很滑，就无痕内裤的那种丝滑感。再来，非常非常的瘦，你看我的身体扁成这样。然后一样哦，我呢算是上身没肉啊，大家已经看我直播看那么久了，何止上身没肉，是真的都很骨感了。我现在一样是没有穿内衣的情况下，它一样是可以托高集中的效果。那后背呢，它就是一个 U 领式的背心。那所以呢，我为什么推荐大家买三色？黑色超瘦实穿，白色就是夏天一定要搭，肤色要干嘛？有常常妞儿说什么？白色衣服会微透，里面请着肤色或是浅色的内着就是它了。所以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买肤色好浪费钱哦，看起来好像脏脏的感觉。我跟你讲，肤色很重要，因为你穿一些提花的洋装、提花的背心、白色的 T 恤，有时候你就是要配这种，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好看。那它的
罩杯一样可加可拆在上面的部分。好，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很推荐哦，我自己亲身体验穿下去，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很像很轻薄透，很轻薄透，然后像那种无痕内裤，丝滑感，凉凉，然后它都是高弹的，都是高弹，罩杯一体成型，然后一样哦，不需要再穿内衣了，超级舒服。好，这个是第二件咯，第二件，那我很推荐大家买肤色，因为有没有发现它的肤没有说很深，所以它是淡淡的肤，它是很有质感的那种，不是你们传统是想的那种肤色的感觉。好，它是1公分，然后前面那一个比较厚一点点，1.5公分，它的一公分我觉得还蛮刚好，你们就看一下你有的穿着感，其实我就算是真的完全骨感没有肉的人了。好，它的弹，我们家的小可爱弹性都很好，尤其是这个是游泳布料无痕的材质，所以真的轻轻一拉都非常非常的弹哦。好，然后呢，再来最后一款的小可爱，就是一样是剧院没有出过的，然后它呢，它的罩杯非常的特别，我穿黑色给大家看，拿白色给大家看可能会比较就是清楚一点点。好，我觉得今天上的三款小可爱啊，虽然 GM 卖场上已经大概有高达20款以上的小可爱了，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小可爱款式完全就跟卖场上的全部都不一样，全部都不一样。好，这一件啊，我要用白色给大家看一下，超美的。好，压轴总是最美。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好，我身上这一件，我拿白色给大家看。先转一圈给大家看好了，下摆是镂空，后背交叉又镂空，超美，肩带可调。好，我黑漆麻乌的，我知道大家看不清楚。来，后背是这样子，高弹蕾丝，放心，高弹，我穿下去非常弹，非常舒服。之外，后背交叉的地方肩带可调，肩带可调，所以你可以调到你自己的喜欢舒服的程度。再来，它的内罩杯长这样。不能拆，它有点像游泳衣的罩杯，比基尼式的罩杯，然后外面又再铺一层蕾丝，看到了吗？这边蕾丝有点像比基尼罩杯，然后罩杯上还有网布，让大家很透气，很透气，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所以呢，这一件呢、啊、是我觉得现在卖场上最厉害的小可爱，它跟所有剧院卖场卖的小可爱都不一样。然后它的网格，来，大家黑色看不清楚，先看白色，是这样，这么样的精美。然后高弹，这个我觉得不买两件可惜耶，你看我随便拉热已经比我身体再大1/3了。好，然后因为我也是没穿内衣，所以就不敢乱拉。你有没有看到它外面有没有外层利用了一个蕾丝的效果，内层很像穿了一个就是泳装的比基尼式的感觉。那这一件罩杯啊，它就不能拆咯，就不能特别的拆掉。那如果你想要加的话，从这边加可以啦，但是你稍微回去看一下构造就对了，它的可能只能加在这边外围，可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所以它这一件就不能拆。那它的罩杯厚度大概是1公分，也是大众可穿，不会觉得太厚或是太薄的部分。好咯，来来来来来，我讲的都冒汗了。好，所以今天三款小可爱我都讲完了。好，然后呢，最后呢，我要再来提醒大家最后一件事。好，好热。来提醒大家最后一件事哦。好，再提醒大家最后一件事，不然穿太露，可能后面进来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先把衣服穿好一下。好，刚刚有人问我什么，想要看什么东西的。好，等我一下，我先跟大家讲哦，今天的活动啊，现在不论你是现在进来还是怎么样的，好，不论是港澳、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哪里的粉丝，你想下单都可以。今天我们居然在做活动，现在要等一下就要抽零元订单。零元订单就是呢，今天如果你有买东西，现在赶快把订单编号贴回来，200813今天日期的订单，然后订单符合的是刷卡跟已汇款的订单，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用系统直接抽出。那不论你买多少，讲简单一点，你买5000块的，买马币500块的，只要你被抽到，跟我们私讯小帮手领奖6点前，你的订单就0元，你的订单就0元，就是真的是0元哦。好，所以呢，大家目前有没有人在下单呢？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要带着大家去抽奖的话，你还没有贴订单的话，你一定不会被抽到的。我们要以订单编号，而且订单编号不要加任何的标点符号。你如果刚刚自己有加了很复杂的标点符号，你就再打一次。订单不要加任何的标点符号，你就打20081300什么什么什么。好，赶快。所以呢，台湾跟马来西亚官网目前还有很多人在下单吗？如果有的话，可能要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必须要把订单编号贴回来，你才可以参加抽奖哦。那如果还有什么商品上的问题，可以趁这个小小的时间点来问一下我，好不好？或是小帮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那我今天看到海外的订单真的贴得蛮快的，所以呢，台湾的部分还有没有人在下单？你现在在正在下单，那记得要刷卡订单跟已汇款订单哦，好不好？那就是台湾抽出3笔，大马抽出2笔。那我们以往抽奖的经验告诉大家哦，已经很久没抽了啦，就是每一次抽都是高达3000元订单，台币3000元订单以上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好，所以呢，希望今天还有再更大的。好，然后呢，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得到0元订单，正在下单。好，那小帮手，我们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了。好，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的小帮手都已经就绪了。其实呢，我们在等怎样，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抽奖。所以呢，好，牛仔短裤有弹力吗？刚刚那一件我觉得它是微弹，不太弹，微弹。但是因为本身那一件它算是比较宽版的，所以我们也不太需要弹。但是呢，放心啦，今年剧院出了很多，不论是弹与不弹、高弹、超弹、完全不弹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穿啊。尤其是短裤啊，如果你们想下单的话，给你们近看一下，看得到你啊。想看半什么？半杰格纹裙的黑色穿成洋装的感觉。好，因为今天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因为我就稍微逼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裤子就是今天最值得购买。好，然后你说的是什么？这个吗？穿成什么洋装的样子吗？好哦，前面的没看到有介绍吗？你们有看想要特别什么什么东西吗？我们的那个订单没办法合并哦，订单没办法合并哦。好，所以呢，那个两穿的那个洋装我可以套给你看一下，因为套洋装蛮快的。好，稍等一下哦。好，那其实我们不会给大家太多时间咯，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接订单的粉丝动作快了。好，当裙裙的话是这样，然后如果当洋装的话，来，洋装的话我建议大家绑带一定要绑起来，我觉得会比较有腰身跟好看。这一件呢卖得非常非常好，加入购物车非常多，那不论是黑白我觉得都有个人会的喜好，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好，要提醒大家，你的订单不能取消哦，然后你是要以刷卡跟以汇款订单哦，记得咯。好，赶快咯，我们等大家下单。好，然后如果有特别想要看什么的，赶快，我趁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赶快穿搭给大家看，有特别想看什么的，你刚刚竟然没看到，因为这个我们等一下一抽下去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呢，在趁现在还没有在抽奖之前，你们都还来得及贴哦。你说新约小可爱适合大胸部吗？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三款小可爱都蛮适合大胸部的，然后包覆性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够。那因为大胸部的定义其实要看你是多少嘛，所以呢你可以赶快私讯一下我们小帮手，对啊，就是看一下你自己的身宽啊、胸型啊到底合不合适。但是以往剧院的那个小可爱，我们小帮手都可以推荐你，因为我们家非常非常多的不论是大小胸部的粉丝都有，所以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哦。这个建议买哪色哦？我不知道，我两个都有，因为它这样子真的很难选。有人真的是一半一半哎，我现在看到的数量真的都是一半一半。客人许愿看桃心领上衣，哎，小帮手你真的很贴心哎，你知道我看不懂英文是不是？桃心领绑结上衣，好好好好好，等一下哦。可爱，
因为我真的他刚刚打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pop， 然后我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有点尴尬。好，没关系，小帮手超贴心的，直接打了中文给我。好，陶心凌的话我就稍微换一下咯，我换粉色给大家看好不好？好，那粉白都很好看了，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稍微去官网上再看一下。那我就搭回今天，我刚刚是搭裤裙嘛，我现在就搭回今天我们上架的很好看的这个，好，裤子这样。好，这里我是搭今天的裤子，看起来就很舒服，对不对？它不会有那一种很合紧的感觉，但是穿起来又很修身。图腾洋装，好，图腾洋装两边同时说要看。好，那我等一下换图腾洋装。所以这个白跟粉都非常多人购买。佳佳，我看你的留言，可是我没有看到你问我什么问题，因为 Facebook 最近啊真的会吃讯息，他一下有一下没有，所以可能请大家多打几次咯。好，然后订单编号你们下单完的赶快贴回来。好，我看到海外的只要贴订单编号就好了，不要贴任何的表情符号，好不好？好，然后这个就超好看。好，然后我稍微换一下你们想要看的那个图腾洋装。好，图腾洋装啊是我今天第一件穿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后面进来的粉丝通通看不到，然后它也是我最推荐的一件洋装，因为呢这个图腾洋装呢其实早就准备好给大家了，但是呢因为我们一直在等那个布料，就是一定要用这么漂亮的布制作，所以呢那我就先稍微套给大家，里面你要穿小背心哦，我现在穿的是小可爱，这看起来可能比较露一点点，你就自己穿一个小背心就可以了。好，然后图腾洋装你是一定要买的。好，这二话